住了。喂喂，我把你弄到一个地方多少？不一定哦，根据他们的工资。哦、，OK。等你一天送货大概多少？多少个面包？不一定哦，因为我们几千个。JB 的话是2000八了。哦，两千。现在有丁家奴、恒恒、七龙坡。哇，这么多地方啊！啊，哦，这是工厂还是？啊，工厂啊？对。华人工厂还是？它是华人的。华人不是买的干。哦。没听过。哦，可以可以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有关单的了。哦。关单每个季节我们去看。关单是卖。
你再拜一拜三拜五关丹，你一个托利可以载多少？多少？托利的话，满的话五百篮。多五百篮，一篮十个噻。如果是这样的十个，如果是这样的12个。哦 ，OK OK。找到个加工厂，很快的。是啊。OK。
拿去自己吃还是？哦，帮朋友买的。哦，帮朋友买啊。吃的哦。哦，对。包红啊。有吃过吗？有啊。啊。很古早味，古早味哦。古早味。还是挺清淡的。是的。对啊，那个面子比较那个。嗯。算你。哎，你也帮了，哎。对，你放几个？啊，放几个？很有咯。啊。order 没有买？有。哇。banyak啊。一个五百。如果是在学校卖蛮好的、啊、嗯，他们拿去义卖啊，跟来就是啊，哦。Hello, 加工，活动呢？